溃败的战争之子，我知道我是谁，我要让神看到。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将是谁碾碎他。咱来一把潘森，看见卡米尔了啊！看见卡米尔了。想一想，这潘森，哎呀，这潘森线上确实很猛啊！真的，线上确实是很猛。他打人不掉血，尤其我打的青钢影，你知道吧？我们可以无伤耗他的血。我是中，我是上，你自己看，上路、中路，啊，不对，上路打野，中路 AD 辅助，你摁 TAB 就知道你这把到底选的是什么位置了。来，上来先 A 戳，戳，不打，哎 ，A 戳 ，A， 别着急，二段踢不让他踢着，戳 A。我们征服的满城，平 A， 平 A， 戳 A， 成为传奇。算了，我本来想闪现 A 他的，但是我没有那个平 A 的 CD 了。点炎应该死不了，他那血死不掉。我戳，插个眼儿的啊！再戳，好有意。他敢 W， 我们就踩他啊！踩住，戳，戳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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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家伙的闪现直接盖伦来了，点炎戳，看你的了兄弟，嗯，快走吧，这不上当了吗？这永不言败。上当了，上了给一轮的当啊！不过这波兵线不错啊。处理高山我并不需要。哎，虽然我死了一把啊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英雄还是很猛。马上这卡米尔就连玩都玩不了，这英雄打线上好像有点猛，他没办法玩了。我所有技能全部都克他，而且我能打到他，他打不着我。我直接踩住，接个扎，走位，戳一下，再戳，你看，踩住 A 戳 A，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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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看看这浩姐，
逼你犯下的错误。拖。拖。再拖。只要会游戏就是我的手足。让他回没关系。他线儿他都对不了啊，看吗？而且我大招现在加10%护甲穿透，我还可以去干克啊。翻过一座山，你就高过一座山。走，回家了。先来个这个，再来双皮鞋，把这三个药给他卖了，买个布甲。可以下路赶快一波试一试。大荒星云。A 戳踩住 A，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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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扎。看那个眼儿插的稍微有点瑕疵。我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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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了。往我这边走，踩住 A 三下，戳一刀。哎，突突突突突突突！走回上路，收俩人头，舒舒服服。没有什么怜悯和慈悲，才是好猎人，否则就是死猎人。戳，踩，戳，平 A， 平 A。平 A 戳 A， 平 A， 这无敌这英雄啊！哎呀，我的兵啊，亏了三层塔皮，两波线儿，无所谓呀、啊。为什么还在加速的？我戳一下，踩住平 A， 这就是个剑圣嘛！闪现！哎呦我靠！把布甲还出了，来个吸血吧。我早点闪可能好一点。只要你坚信战斗的价值，就不存在失败。盖伦过来，盖伦来不来？没带，没带挺好。哎呦我操！我踩了他，但是没踩住。啊，不行了，不能挡塔了。
吃他几层塔皮，看能不能直接给他吃没。 如果能吃没的话就舒服了啊。OK， 吃没了。回家，我们出星石。潘森第二件出什么来着？我忘记了，我想想啊。 来两把长剑吧，这边有大，我们可以飞啊，看看到底是飞中还是飞下。咻！搁这等一下再结吧。 这也不回来呀！回上路收兵。我戳，踩住平A，平A戳，再戳。 这玩意儿也不给助攻啊！去中路找波杰。带征服者不玩破败流吧？那潘森。 找一下，踩住！剑圣是真能蹲呐，回回蹲我，先吃口屎，扎，踩住，再扎平A，平A。 这卡米尔是真能跑，很难杀，特别难杀。这波其实我们可以飞下的，飞下把这个卡莎给他杀了，走，去下路，看看啊，大招范围瞅一眼。 这现在都能上高地杀我们家人了吗？这下路，飞，咻，唰，踩住，扎平 A，扎死
这卡莎往哪里走？你能走得掉？你一个没有大的卡莎，你跟我走。踩住 A 扎平 A 平 A。哎呀，我操了！哥们儿，这1000块钱你给拿了，你这。闪现踩住 A 扎平 A，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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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龙可以要，左边不知道有没有眼儿，没有眼儿的话，我们可以蹲下来散着嘛。踩住。扎点盐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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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平 A 扎，预判，靠！我不知道莫甘拉为什么不放大，你是没有大招吗？你找你咋不放呢？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早放大呀？这莫甘拉为什么呢？我并不争先，只是一心超越。早不放耳，距离不够，真能放屁！你要是大招距离能不够，我今天我吃100顿屎。我眼瞅着那莫甘拉搁那旁边，你知道吧？踩住，平 A， 往后拉一波不行，这。你这。先给他减个速，踩住。哎，为什么是他先踢而不是我先踩啊？这好烦啊！这100吨屎我吃定了。我眼瞅着那莫甘拉搁他旁边，那人都没有动过，都162172172难办。下一件来个蟹手，在我的身后有一座农场，上去。你这叫大胆，没事，我过来抓他。对，你这叫大胆。Nice。因为那时的凡间比星辰更明了。这个红 buff 一定不能给这个 EZ 啊！踩住 A 抓 A，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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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平 A 抓。踩住，我打的剑圣老痛了，看见我这伤害没有？看不看见我这伤害？我这虚区，我扎了一下，直接给剑圣扎到了半管血，半管血，一点不带少的。
大龙眼儿。上去找着杰来，又开始带线儿。我将悔恨，与我的名字一道葬在了墓中。扎平 A 踩住 A，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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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扎平 A， 平 A， 一个扎。我靠！也还是差点意思。我的 E 开早了，我不是想就是 E 挡他技能，我是想直接 E， 然后把他直接秒了，你知道吧？盖伦真是牛皮，你说你早点炸他，他是不是死了？因为我们是负E的，我们E技能不是想用来打伤挡伤害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跟这个以前玩的这个潘森是不一样的，现在潘森都是穿甲主 Q 负E。小龙得要，给我踩住，扎平 A， 哪去了？扎踩住平 A， 再扎，这剑圣杀不了，我扎踩住点炎，先杀剑圣吧，可以。铁男超神。太笨了！哎呦我操，伤害这么高，差两百块钱。这把二打八，你不能去给大龙放个眼儿吗？给我飞！踩住，扎 A。重抠，队友呢？那到底打不打守不守啊？那就白给人拆。打大龙了，快点儿！随便框一个也行啊，你说。你 Q 他，我
可为的，我得先回家了。你给我死！去下路收兵。哎，下路收兵还不行。嗯，有意思，踩住，扎死剑圣，剑圣没死，念咒了，守下路，守下路，守下路，下路又没了。盖伦打野很离谱，不是盖伦打野离谱，是玩盖伦的人很离谱。看看小龙怎么打呀，这团呢，他们家最菜的比我们家最菜的厉害，你知道吧，这就很难，很难玩。我们家最菜的打不过对面最菜的，这样对面最菜的也会起来。网还断了？哎，怎么断网了呢？田忌赛马，就我们家最菜的三个人都打不过对面最菜的一个人。而且这潘森的英雄吧，后边还不太厉害。我招，我再招，踩住 A。看看这蟹手能不能来一个啊，不行，装备不够，飞一下吧，甭管死活了，飞了吧。先扎百度，